服他们就捡不回去了。换蛋时尽量鸟趴着换，养成习惯就好。在时间还剩几十秒的时候，就要提前30秒准备开聚变打击。这里要特别说明，在趴下开聚变打击时一定要满血状态。这里我连续中了3个飞符，丝血开合成功。所以你学废了吗？